开班心意义和爱想单位112年11月份请会班班开始向吴启宏请三鞠躬礼前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恭请吴先生开班致辞前到鞠躬，昏倒一鞠躬。吴先生好，吴先生好，请坐下。目前人好啊，希望咱天天十点啊，天天啊，咱爱笑，一直被我问，一直起会办哈啊，也是讲非常难得，即个聚会办邀请一个啊，恁好客，啊，开人哈啊，来咱啊，即个主办哈，咱主秘，啊，咱们了解讲。咱较早，咱较早一个的啊，这个电影院吼，啊，伊个这个家庭，啊，咱们个太太吼，啊，娶了啊，咱都啊一个房子吼，啊一路啊幸福，啊，查某客，为家庭那种感受啦吼，啊，那个好客，也就是一个真正啊模范的家庭。啊，互咱每一个弟兄妹会当学习啊，这个模范家庭，这嘛是非常上个难得。那看啥贵族的性格，咱个两个是做袂到。如果有德啊出有钱，有钱啊出有财，有财出有土啊，有土出有用，这是空性人你大家不懂。不过恁今日是咱们信仰，咱就是要贵德。因为德是比什么都更加宝贵，比什么都宝贵。你讲钱作些吗？但是钱作些，你做会做得明吗？你讲老鼠作些金吗？老鼠做会做得明吗？你讲你地位作官做得总统吗？你袂落来吗？你讲你食到百几岁你会死吗？啊，你听听咧，那我万般皆是假啦，吼。啊，不有呢，啊，修的是真的，啊，修的是真的，是要贵的，不是要贵的。所以咱空性人，无温柔盖心无变，不是有人讲，你是人修的温柔啊，这个精神啊，精神这个德，这个德是咱的基础，咱的基础，啊，这个基础不是挂到。家庭的幸福，我们多好！咱们家里的事事平安，多好！咱上太重要，丢脸去做，给他们讲这个，一种讲这个，甚至你个人，给他们讲白话，给他们讲白话，那如果修得勤靠下的计划，等一下啊，生来无免。哦，生产无名，但我呐，我呐，迄个面料，无修到迄个面料，啊夹夹夹，有修到面料对，花头起面，迄个要甲讲起，迄叫做寒巧骨头，为叫做以寒装身，只要寒巧骨头对不对？我今日记得当中，哦，是上天地那面料做出。有些呢，有些菩萨的感受力，你去了面料，你去面料，你这个身躯几块、八块、八块、千块、块到，你才会快乐。
这个世间是末日世界，末日世界是足好个呢。念起念好，念起念好，好以后呢，咁是安尼，靠这些快乐啦，有这些快乐啦。好，无论对象怎么样，好，放开手。这种感动啊，这种感动。所以今天你在想着在想个后半，后半段这个人生，咱知道吗？在想着，这是何等的幸运啊！何等的幸运！我想在这边，这边是不做啥的。这个家庭，你若出一个家当的囡仔，这个家庭你若出一个家当的囡仔，你这个家庭还去？咁是安尼？啊是安尼？这个家庭若出家当的囡仔，这个家庭会出好多的家伙，会出这物件，会再出这物件。你敢爱？你敢爱你的囡仔做保？你敢爱你的囡仔做学堂？你敢爱你的囡仔去做诈骗集团？旁边就挂了多少多少，都拢爱物件。当然你买不来，但是他也出现了物件。哦，他有物件，所以呢，贵族他咋了？我是有人，不丢的是错的是哪？我们碰到老兵了，他哪不丢的？资金物件，那老兵是钱。咁是咧，我真是贵气贵气讲，唔是乜讲。啊，我只话讲你，我有得到就，那是安怎回事？我只问这个问题，我只咪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你那边接的，那边走的，那边走的，那边接的，哦，啊，所以呢，给人听到，就是你，那些听到你，那就是学习到你，世界之国，那边有事啦，但是那边有事啦。那哪个过我的这样的情况，我讲熟悉的这样的情况呢？我自己里面那个耳塞啦，哦，耳塞啦，啊，当然耳塞啦，这我喝水里面这不灵感冒，没这火山灵感冒嘛。打你的这边喝水，没这不灵这火山。啊，那些耳塞啦，耳喝的是这不，这个人哪个光话说他不是这火山？当然呢，啊，所以呢，这是贵气嘛，所以呢，必须喝过来，这当标准，那一定要。那你走进那个目标，是不是这些物件啊？那今天你没办，去高度，哦，去快乐，哦，去善心，哦，然后去休息。那今天你没办，那偏偏走了一个什么？哦，根本就是不到这个所在，可能刚输那个很水平的，啊，身体里面刚输了哦，太难，我懂了，我都想过，这是一个变的。哦，这个啊，那么，他说，北京的那点点，我给你做，把你后边的贡献，这边把你后边的贡献，把教育的进展给你，无论对咱有限的贡献，对后边的贡献，因为都要让优秀的人才来扶持，咱第一点都要表扬的，哦，我叫不了了吼，我等嘛，等他不想走，他因为为了贡献得到来。因为恁十一月十一，十一月十一，是咱二月性的，是咱二月性的，二十九日起，二十九日起嘛。我相信啊，咱一定有迄个研究线，研究线的嘛。研究线叫做摩擦，研究线叫做摩擦，哦，啊，打上去研究线。啊，因为伊刚变大，特别你我结合，咱是啊。那大家的移民啊，伊里西亚那大家是咱的出名头位啊，吼，然后爱蹲起木林啊，吼，那我西亚每一方，我就是要给你建好，哦，伊蹲起木林啊，甚至呢，恁一学到了，哦，咱的我心中啊，咱木林代表的家属，我相信咱的家属会考虑那个女性，那母亲，那母亲给咱一条条请客，叫我请客。因为咱母性都是以儿的互相的一个这个生命纪念园区、生命纪念馆。但是咱以儿性的，等于说这个办不完啦。咱把咱母婴来给做一个请来参悟，咱以儿性的这个保健，甚至把伊家属，把伊母婴来给来参加。这个大的伊他想法做为了参加这大的，那安尼叫做天人同庆，对不对？
天神同庆，这个天神同庆，所以呢，一礼拜前，伊们发出条三千条，对三千条的邮件，咁伊个邮件呢，三千条的迄条请出去啦吼。啊，因为那伊是五千条，哦，当然咱那伊就春节，咱来弄一个便当啦吼。但是即卖邀请来吼，有便当啦，有个优惠摊啦，啊，来啦，叫吼，咱会当用钱去买便当食。我这边买便当食来，可以点买便当食来，都有文化，会当优惠大奖的。我听讲会奖吼，未少奖啊。我未时阵啊，迄奖品差不多十四五万的奖品啦，吼，啥物拢有。啊，算啦，无便当食，你若用现金去买，本来会使，可以。但是你就不能摸菜啊，就对了。但是你买那买那这就扣十趴，扣十趴啊，扣二十趴。刚才讲起来就是讲，你两万，你两万，两百块，会得开八百块尔。别人都讲，你好钱，那有性的，二十块，这些物件，别人整个活动的这个费用啦吼，这是一个艺术艺术啦，啊，无这个活动开起来话。我相信嘛，你这是因为舞台搭起来三十万块，吼，因为舞台给搭起来三十万块。哦。啊，因为咱就会北宋人，咱台北，咱有四部用车的啦，咱歌咏哦四部用车的啦，咱华联一部用车来啦，吼。咱台中一部，咱南投嘛一部啦，吼，咱嘉义嘛一部，算算到十二部用车，统一地来讲。二十五号等于两部要升级啊，台北一部，花莲一部，伊本身也要升级啊。所以包括这回呢，啊，包括咱啊，这个叫啊泰国赌亲，包括咱马来赌亲，新加坡赌亲，包括着咱香港的赌亲，啊，加泰新加坡跟马来，特别在二十个，啊，泰国十几个，香港嘛十几个啦吼，这是一个。它属于国际性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呢，咱好啊，本来是要了解状况啦，来叫叫他那个在副总统来了吼，见你都，当见你根本来了解去广副总统来。我们讲咱旅游线的嘛吼，后会张会要了解的副总统来，应该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来慢慢做些啊，慢慢做些听无，就是爱。爱迄个元素，就是咱你入去个会场内底，人来汇报来检查啦，哎呀，啊你出去买地方放买，像你去做啥吼，就是爱关键。啊，你有些人，当然有些我生活上面要差不多，关键的到底为了哪里啊嘞？哦，安尼我是上班嘛，哦，真难办，一个车子来变麻烦嘞。所以讲，到后面些人啦，我那个等于啊，三十岁红菜啦吼。啊，但是在家里当中呢，不定啊，副总统叫不起。但是咱邀请的成绩啊，咱迄间比较三性的每这个活动，啊，咱话代表有性能力，你去话副总统去啊，咱但是叫啊黄伟哲，黄伟哲我清楚的邀请，有答应要来啊，民政局局长也邀请要伊啊亲自的出现啦吼，包括着咱迄个立法委员。哇，迄、那个郭国伟啦吼，啊赖慧媛、王定宇，哇，一些咱同这些邀请吼，啊包括咱地方的这区长，咱地方的这迄个议员，哇，咱议员，哇，包括咱地方的啊村里长，哇，咱邀请，啊咱特邀呢，咱特邀地方一贯道总会的理事长，啊，就是讲咱一贯道台湾传承，咱中华民国一贯道理事长，啊咱王国忠。啊，这个前人也要出席我们的活动，包括谢前人、安东的谢前人，包括广东从政的翁州和翁前人，这些拢个听到了吼。啊，这种比较啊，他们怎么到场？包括咱新义总堂啊，新义总堂啊的陈前人陈忠启，啊，包括这个周前人，啊、那个不是我们那个周前人，周信祥前人了吼。哦，他们很多邀请，包括哦邀请十几个单位啊的啊也到场的单位，因为本来我想要去一贯的中文邀请，啊，但是有阵时啊，我想不出
注意啦吼，我们小庙要迎大神吼，啊小庙小庙要请大神吼，哦啊咱阿弥陀佛大得对啦吼，因此代表啊咱佛法啊甲咱前面做着研究，嘛对咱啊较有咧互动，即个单位我来做一个那样来做一个他安尼了，哇迄个咧代表咧，那里面啊热闹滚滚，今日咧参会。今日看到五十五大，五十五大，咱有结结合，咱过去的摊位就是拢恁顶，哦，比如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改村，或者二爹大啦，还是二姐大啦，还是一块迄个叫做街大啦，还是卖啦，卖完卖啦。但是起码当个有结合，外口二十五大，二十五大伊专门拢创新的，专门咧配合啊，这个都。啊，这个咱道场一些大活动，哎，这种做寿星全部出来，哦，哎，起码是要多，起码哎，一寡你你看我，我嘛看到了啦，吼，啊，迄个人咧嘛真精彩啦，吼，啊，所以咱讲，咱咧哦，大人带小人，小人，哈哈，有两个小人啦，吼，带细汉囝啦，吼，我小人爱听吼，咱大人啊，带咱囝，带咱的孙，带咱的干孙，哦，啊，迄个。用来的时阵啊，参观咱游行的啊，二十周年啊，当然这个活动嘛，差不多成绩又加差不多，你迄个咱东西，你二十年前一而胜的落成典礼啊，迄、那个成绩也差不多啦吼、哦。啊，你这个当中哦，有你的职改当中啊，啊，咱总是咱啊，终身二大，咱游行的终身二大，一些学校来做一个筹措的工作。啊，其实这阵啊，哦，这几个作辛苦，啊嘛作用心，啊，用这个的专业，来啊，今年到底有哪部有这人来务，有这人来做？其实呢，你也承认我三年临江临江那个一二胜的过程典礼，你是来我是创办起，我是办二十年啊，慢慢当，要给他们做这个代志。啊，那二十年啊，我都做这个代志，就代表咱有用的成就，干起来呢，哇，所以呢，你知嘛？咱有幸的有一群年轻的人，我来办办这个康会，啊，希望我们各位这边，当然十点二十了，较早起来，因为较早起来运动，较有停车位。啊，你若慢叫啊，你啊听声音，我无听，你讲起来车辆会撞车，哦，这是疑问。啊，你若各位讲啊，啊附近，啊你上什么停车场哇？啊，停车场好多停好停对不对？我问了，大家都在停车场好哩哦，啊，大家。这种负责人放出来吼，我后尾请他上天别论，哈哈哈哈哈！啊，我啊，然后把嘞，哦，忠孝仁爱，哦，忠孝仁，啊，信义和平这样，啊，负责人呢，迄个听起来是落去，你爱信他的吼，我后尾也无考虑了吼，啊，我嘛不是信信人讲起来的吼，虽然我有听见，但我不是安尼想，啊，我是要请的贵宾啦吼，啊，因为咱家己的人啦吼，一个人较早来。哦，会得个，我们刚才较早来教，请一下来较早来教伊，安尼啦，哦，诶，较早来，哦，较有成效，也无恁个健康，吼，啊，今日有当非常难见，吼，啊，就邀请着咱凯南，哦，郑凯，哦，凯南啊，出力啦，啊，我们恁个咱时间都在，我们也先帮忙恁个时间啦，吼，而且最后啊，请我们各位诶，身体愉快，啊，身体健康，啊，咱今日个晚会圆满，好，谢谢各位。谢谢好，各位同学，感谢目前的慈悲，请道主公，问道主公，感谢目前的慈悲。